天公地道，几块钱就要逼死人？几块钱？连本带利，一共40块大洋。啊，我们只借了5块钱呢。不错，是5块。可是这借据上写明，三月为期，期满不还，本利加倍。啊，前后一共是半年，不多不少，刚好40。这上面还有你丈夫打的手印，难道这是假的吗？ 我们是乡下人，不认识字儿。你们这样害人不太好死。告诉你，暹罗是个好地方，替张大爷干活可轻松得很呢。干个3-2年，把债还清了，就可以回来了。又不是一去不回，有什么好哭的？带走。不要，不要！你们有没有王法？王法？ 这就是王法。喂，你找谁呀？这是王阿福的家。是啊。 你是？啊，我是他妻子。哦，不错，我们是从暹罗来的。啊，阿福他好吗？有幸带回来。哼，他在暹罗欠了张大爷50块大洋，把你卖了。啊，不，不会的，不会的。啊，什么事？什么事？啊，爹。 阿福在暹罗欠了张大爷的钱，把我给卖了。啊，他在暹罗做工没有带钱回来，怎么反而倒欠你们的钱呢？哎，他在暹罗吃喝嫖赌，赚多少钱花不完呢？我儿子不是这种人，他从来不赌的。我们总不能只让他做工，不让他吃喝玩乐呀，是吧？你看。 卖身契，这是他亲笔签的名，假不了吧？带走。走。
借五块。 好， 这是借据， 你看清楚了， 叫你儿子在上面签个字， 今天就下船。 我也不认字， 你看着办好了。 那更好办， 你在这上头 打个手印， 又省事又快。 听说那边也不怎么好啊。 不好？ 那是外国， 外国还不好？ 这是发财的机会啊。 村子里去了那么多人， 都没见回来过。 说的就是， 到了外国， 还有谁愿意回到这个穷地方来？ 出国的机会可不是这么容易的。 今天是你们两父子走运， 错过今天， 也不知道等什么时候才有这机会。 快点快点。 胭脂，妈，什么事啊？ 小伙子呢？ 到后山练拳去了。 这孩子整天就知道练拳。 男孩子嘛，都是这样的。 对了， 龙虾到那个什么番子门去学铁指功夫， 一晃眼也三年了， 该回来了吧？ 等他回来，我就给你们成亲。 妈，你又来了， 老提这事干嘛？ 我都不急， 你急什么？ 你不急？ 那你催我做新鞋， 送给谁啊？ 啊？ 妈，你找弟弟干嘛？ 听说今天暹罗有人来，我想叫他去打听一下你哥哥的消息，去了一年多连个信儿都没有捎回来。哎，妈，我去打听。不用去了，暹罗来的人在这儿呢。哦，先生，请问有没有陈明的消息啊？有，多得很呐。 他在那边赌钱玩女人抽大烟呢，赚来的钱不够他花的。这一年多，他还欠下张大爷50块现大洋啊！啊，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大哥不是这种人，别听他胡说。胡说？哎，这儿有他亲笔签下的借据，你看，一个月以前。 他偷懒不肯做工，管工的说他几句，他就吵起来了，还把人家管工的给杀了。啊！现在他人呢？逃到山里去了，到现在还没找着。我们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张大爷叫你和你弟弟到暹罗去做工，替他还债。我不去。你不去？行，把房子没收卖了。 不够，还是要叫你们去做工，替他还债。大爷，我们就剩下这间破房子了，卖也卖不了几个钱，您就高抬贵手，宽限一个时期，等明年收成好了。你少废话，快带走！放开我！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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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你弟弟呀、啊，来的正好，长得挺结实的，上等货。把他带走。啊！嗯。啊！哎呀！你要不会两手啊？今天我要为民除害。哈哈哈哈哈哈！嘿！啊啊啊！哎，
不错，宫里大进了。啊，谢谢大师兄指点。哈哈，哪里哪里，师傅不在，我代兴师职是应该的嘛。不过，练武之道是在乎一个情字。哎，是。啊，大师兄啊，我想回家一趟。哎，是吧？想念着胭脂了。哎，也好。 这次回去，你也应该结婚了。明儿一早收拾一下，你就回去吧。哦，谢谢大师兄。嗯。 上来！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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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比我还坏。不，我怕怀孕。傻丫头，亲嘴不会怀孕的。真的？谁骗过你？叫我到班里面再学三年，到时候我的侄子可以在船姐打洞。吹牛？不是吹牛。胭脂，三年后你嫁给我。不嫁。大婶，你好。姨妈，胭脂，姨妈，姨妈，胭脂，姨妈，姨妈，李大婶，我是龙虾，你还认识我吗？胭脂呢？姨妈呢？还有小虎子呢？走了，死了。谁死了？
谁走了？告诉我，告诉我。你妈死了，小胡子也死了。啊，那胭脂呢？啊，走了，给拉走了。啊，给拉走了。被谁拉走了？陈明在暹罗欠了张大爷的钱，他还打死了一个管工，他跑了。张大爷派人来拉胭脂和小虎子去抵债，小虎子不肯，被活活的打死了，胭脂也给拉走了。你姨妈当天晚上也上吊死了，十天后才发现，哎，尸体都发胀了，蛆虫爬得满身，蛆虫爬得满身。是小三儿，对不起，对不起。龙虾，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小芳，你怎么哭了？他就要到暹罗去了。暹罗？嗯。哎，张大爷这两天在我们村子里招募工人呢，张大爷。嗯，再说我哥哥去暹罗已经有两年了，好歹我都要去看一看。我也去。你也去？你去干嘛？那是虎口。我去虎口拔牙。哎，见过陈明没有？皇上，你找死啊！这我们听见了，说赖李国强的势力。怕什么？他要来找我，我就收藏他。后来呢？哎，听人家说，出事那天晚上，有人在镇上见过他，要逃，只有向树林里走。树林？已经两个月了，躲在林子里，谁也活不了。还是很慢的，人手不够。大家听着，唐山的船已经来了，有一批新人叫你们去选。啊，好的。老哥，啊，叫他们都过来。好。
过来，过来。好啊。哎，请问又从平海乡来的吗？有又怎么样？关你屁事啊！嗯，哼，说不定啊，你妹妹也来了。船只死掉几个，嗯，这里的规矩他们还不知道。上去，你跟他们讲一下啊。你们到了这儿，白天就要替大爷卖力，放了工要赌要嫖由得你们自己。工作的时候不准偷懒，谁要是想逃的话。哼，叫管工的带你们到牧场去看看，只要肯卖力，不愁没饭吃。晚上自己找熟人去。新来的到处在打听陈明和胭脂的下落。胭脂，他不是在妓院里吗？胭脂别去管他，陈明是杀过管工的凶手，这个要查清楚啊。嗯，这几个家伙也不知道谁倒霉啊。对呀、啊，哎，快吃快吃，时候不打了。嗯嗯。折到了一点东西，来尝尝这儿的椰子，又香甜又解渴。来，大哥，你还没回答我，为什么会欠张大爷的钱？你赚的工钱呢？你怎么不说话？你抽大烟？哎，是的，我抽大烟，这儿人人都抽上了瘾。哎，做这种苦工，体力支持不来呀。张大爷不但是伐木厂的主人呐、啊，而且是个大毒贩，没有钱买烟土，他可以赊账。就连胭脂那么好的女孩子，都因为他哥哥抽大烟，一直还不了钱。胭脂，哎，就算让你见到他，你也认不出来了。我去找他拼命。哎，你千万不要动这种念头。别说张大爷手下上信、李代、梁强全会功夫，张大爷的功夫更厉害，十几二十个人都进不了他。
提起。他妈的！都给我下来！对不起，各位有什么事吗？谁在打听陈明的下落？我，你知道他是凶手吗？知道，他杀了一个管工，逃走了。那你为什么要找他？他是我的亲戚。胭脂又是你什么人？也是我亲戚。好，是你的亲戚，我把你吊起来，看看他来救不救你。这什么话？有本事你们自己去说。你不服气？小三儿。这位先生说的对，把我吊起来，陈明一定会来救我的。您说对不对？你小三，带走。走，荣兴，你不能去，你这个能跑。是。听说张大爷的功夫很好。以前他在唐山跟一个老和尚学了十年的铁砂掌。是。那么除了张大爷他手下那班人，我想恐怕没有什么了。上信腰里24把飞刀，百发百中。里带着短鞭，梁强的铁腿。走啊。你懂个屁。是。走。我在想，张大爷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我要除掉他，倒也不容易啊！你他妈的，你找死！是，对不起，我说错了，飞刀真是百发百中啊。是百发百中。大爷。大爷。好，谢谢，真行。大爷坐。大爷。这次我回去，二爷说下一班船他想来走走。好啊，让他来玩玩，好过待在乡下没事做嘛。小三，今天头一天开工，什么事都忍耐点，别生事啊。龙家，嫂，嫂，嫂。走，小三儿，大哥说的对，能忍耐总是忍耐的好。没种。
没走。前面不能走。为什么？他妈的！哎哎哎！好好好好，我们走别的路。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快走。谁的指头功夫这么厉害？会不会陈明干的？不，陈明没有这种功夫，准是新来的人。人家工钱，替人家工作，你怎么偷懒了？偷懒个屁！龙夏，我们从小玩大的，你的脾气怎么会这样？站着！嗯，你想干什么？哎，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兄弟他有点不舒服。哎，他妈的，只要一干活就不舒服，哎、快干！亏你还口出大言，说什么到此地来虎口拔牙的，你呀，连他们一根汗毛都拔不到。只剩了姑父那么厉害，这个人的身手绝不在我们几个人之下，他一定混在那批新来的工人之中。大爷，我想试的。可是这批人中又不像有什么会真功夫的，他要是现了形还能活得过今天？把所有新来的人统统给我抓起来，我要把他们每一个人的手指头全砍起来。大爷，这样做恐怕不大好。为什么？把他们弄残废了，就没有人替我们做工了。再说，万一激起他们造了反，那你说该怎么办？慢慢调查，总会查得出啊。慢慢调查，等查出来，恐怕我就给他杀。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凡是昨天新来的人，都给我站出来！啊！新来的人，全给我带走！妈的，还吃吗？快走，过来！找啊你！饭还没吃好，什么事情？给！啊！你哎哎哎！你别见怪，他就是爱多说几句话。哎，我看你也多话。哎，是是，哎，求求你，千万别生事。小三儿，听龙霞的话。走走
问你们，昨天晚上谁杀了人啊？凶手一定在你们中间，是谁干的？自己站出来。哼，要是没人站出来，你们的手指头都要给我砍下来。张大爷的话听见没有？拉一个出来。天哪！啊，出来！不是我，出来！出来了！哎呀，不是我，哎呀我，不是我，不是我，说白了，不是我。是你杀的？你是我？不是你，小三儿，不是你，不是他，是你。去！从他来的，只知道他力气大，会打架。会纸上姑姑，我不知道。你跟他在一块儿也不是个好东西，给我打！啊！乡下人，我什么都不懂，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我什么都不懂，求求你们。哎，
小三真有种，不过昨天晚上的事不会是他干的，他没有这个本事。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要是他能除掉张大爷，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这个人是脓包，他看着小三那样不敢挺身而出。小三甘愿替他死，好让那个人能在暗中下手，真要是硬拼得过，谁还怕死啊？你们快点开工吧，不然又要倒霉了。运到唐山去，可以赚三倍的利润。价钱还要他们再减。好，我跟他们再商量一下。最少也要减一成。是。李代先生，认得我吗？认得我吗？你？Come on.
监督。那么好的身手都干不过他，我看是别人派来卧底的。会不会是新来的？不会的，这一趟船没有一个像是惠家的。哼，你知道这趟损失多大？哼，40000多，要是运到唐山，哼，吩咐下去，叫所有的人注意，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是，上信，你搬到我这来住，暂时别离开我。是。哎，里边坐，里边坐，来来来，我陪你来吧，来嘛。你看，又有客人来了。哟，你到这儿来找谁呀？是不是找妈妈吃奶呀？啊，他还害臊呢，还像是个大孩子呢，一次生两次熟嘛。来，我来陪你。不，请问，胭脂在不在这儿？啊，嗯，胭脂。是啊，胭脂，他怎么样了？早就逃走了。逃走？逃到哪儿去了？被抓去了，是上信亲自抓的。陈明被抓去了。啊，哎，陈明被他们抓去了。啊，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龙虾，陈明是你表哥。可是，谁有本事去救他？据上信他说，他还杀死了一个管工呢。哦，事情闹大了。我肚子疼，歇一下。林子里待不住了，想出来，刚好给我看到，他还想逃，一把给我抓个正着。哼哼，把他拉出去，带走。是啊，是啊。活活让他晒死。上信先生，我来讨个人情嘛。
陈明是我表哥，我想，请你把他放了。放了？放个屁！你知不知道，他杀了一个管工啊？因为管工欺压工人，他才逼不得已杀人的。把他抓起来。啊，尚琴先生，你听过一句话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么近，飞刀有什么用呢？我是龙虾，是你哥哥。
坚持。我这一辈子你就毁了。站住！我有事。什么事啊？找谁啊？我找大老爷。嗯，神经病！我没有大老爷。不，我找张大爷。看你这副寒酸相，张大爷也不会见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就行了。我在街上见到了一个人，我看见他吃椰子的时候，伸出两个手指头，就这么一插，那椰子壳就多两个洞啊。啊？我走了。麻烦你。告诉大老爷一声啊！等一等！不要走嘛，我还没听清楚，你再告诉我。不走，不走，不走，不走。哎呦！啊！是。嗯。好。我。别怕呀！不怕。一共有七间锯木厂，这一间是最新式的啊，全部电力发动。啊，最近我们乡下刚有了电灯啊。嗯，哎，二弟，你怎么玩起手枪来了？大哥，说起来真是笑话，最近我在唐山给人欺负了。
哦，有人欺负你？哎，大哥，那家伙好厉害呀，他会有铁指功啊。哦，铁指功，他那两根手指比铁还硬，一寸多厚的木板连插了三下，打了六个洞。哦，所以你买手枪自卫？不，我想报仇，可是不知道那家伙到哪儿去了。奇怪，怎么那么多铁指功？你这边也碰到铁指功，我这边也碰到铁指功。大哥，就是他。
Thank you.